一会儿别鼓掌了啊。昨天咱们讲了昨天太极拳关键是练气，有的同学没接触过太极拳，有个别的人接触过太极拳，就是现在社会上练太极拳呢都不这么讲，他说我们这么讲是不是由于我们是练气功的，所以庞老师呢就从气功来讲，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太极拳本身它就是练气，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来给同学们结合了有关材料讲一讲，所以今天讲呢就是主要讲太极拳练气，从咱们这个太极拳著作当中来给大家讲啊，然后再讲咱们说就松腰气贴于脊的问题。关于太极拳练气呢，我先讲孙禄堂的太极拳，叫孙氏太极，也叫开合太极。在这里边呢，这个书的开头叫《太极拳之名称》，这太极拳这个名称怎么来的？我就把这个原文呢，一边念一边说啊，一边念一边说。我就是把这原来的书把它复印的，因为这本书嘛是好像1924年是第一版呢，第一版。他说太极拳这个名称怎么来的？怎么起的名字呢？他先解释这个，叫什么？他人自复姓寒生之后，本藏有养生之元气，所以这么人呢生下来之后。人体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气，所以他这个讲的话就是呢，说这个气，咱们平时讲说那个中气、中和之气，就讲的这个气啊。中和之气，他这个讲法呢，基本上按照儒家中庸那个讲法的。所以我昨天没讲嘛，因为从宋明理学之后，对于中国的道学和儒学，以至于武术，那个理气的学说呢。它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啊，所以他这个解释呢就是按照中庸儒家的理气学说来讲的，那不偏不倚啊，不扬不服啊，和而不留，至善至极啊，所以中和之气就这个意思啊。他叫中和之气的话呢，咱们原来讲气功是讲心中哀思未发啊，则为中，则发而皆中，皆为之和，关键叫中和，这样引起的气叫做中和之气。他这讲呢，这不偏不倚啊，和而不留，不服不养，这问题是按照那个宋明的，不是在宋朝朱熹啊、程颢他们的解释，这个气怎么来讲的？他说：“其气平时洋溢于四体之中，浸润于百骸之内，无处不有，无时不然，内外一气流行不息。”他这个气呢？所以这个气是在全身各个都有，没个地儿没有的啊，它是在流行不动，它是一个在流行的不停的，里里外都这么一个气。它说于是全之开合动静即根此气而生，就是练拳嘛，孙禄堂写的拳谱，形意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拳，它都是从这个气里，从这个气来立论的。所以孙禄堂是近代的拳家呀，理论比较强的，他不仅对宋明理学、太极学有研究，而且他还对道学有研究。他死的时候嘛是没有病，坐着死的啊，就是跟他们家说要死了，坐在自己家了，坐在窗外面去，脸冲着东南，背朝着西北，就这样就死了啊，就死了。
他的功夫是很不错的，他的理念研究的也比较，在近代传家也是比较深刻的。他这个拳的开合动静，就是跟这个气来的，就是放身收缩之妙，既由此气而出。这个一个放了个身，一个收一个缩，这个拳里面表现，它的妙处就从这也是从这个气来的。他说：“开者为身为动。” 合者为收为缩，他就讲这个，他这个什么呀？那个，他这个就是讲这个拳的开合动静了，是吧？合者为收为缩为静，开者为阳，合者为阴。于是身动者为阳，收缩静为阴。开合，向一气运阴阳，即太极一气也。眼泉无非这个开合伸缩的问题，这里面就是太极一气。 太极即一气，一气即太极，以体言则为太极，以用言则为一气。时阳则阳，时阴则阴，时上则上，时下则下。阳而阴，阴而阳，一气活活勃勃，有无不利。开合自然，皆啊，这是讲这个气。但是他讲这个体和用，这一个理一个气，就是他的体会啊，他的讲法。 按照真正的儒学、理学还不是这样讲，他从全书这么讲是可以的，也是必要的。说开合自然，皆在此中一点子运用，就那个太极里边那一点那一点这个动态这个真阳那么意识在那运用，这个运用就是太极事业。古人不能明示于此者，即此也。他古人呢？ 不能明白告诉你，给你讲清楚，让你看见，看得见，看不让你看看，拿不出来。不能明白告诉你，给你表示出来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就是不能比之于书，也此也。不能写到书里，也是这个东西。就是学者能与开合动静相交处，悟彻本源。啊，开合动静相交的时候，在这里边去悟彻本源。本源是什么呢？ 则可以在各式还原相合之中得其妙用意，还言。他用的那个名词，但是还原相合之中得其妙，还是什么呢？ 环就是有形之虚圈事业，咱们做这么画了个圈嘛，画那个太极嘛，就是就那个环，就有形的圈，这个虚圈，你画一画小了，我就画不圆了，就是画大了才好画，胳膊一转就行了，画的别脑袋。它这个环呢，就这个圈，就这个环，这个圆呢，这就。 再这么讲，再来一个，这再来一个，这再什么一个东西啊？再个东西就是这个实的，这个圆。啊，它这么讲，这两个，一个是圈，一个是实，实际上的圆，两个东西。嗯，就是环者有形之虚圈事业。 言者无形之实圈事也，无形的里边这个东西，就是它。他说四者，太极拳虚实之理也。这个有圈的和那个没圈的，里边那个虚的是虚的这个是实，有圈这个虚，这两个是太极拳的虚实之理。他说七世之内。 空而不空，说这个圈里边，那不是空，空而不空，就是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就是这个圈。那么讲这什么？这个实这个呢？这个气呢，周流无碍，圆活无方，不摇不突，也没有腰，也没有突，啊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东西。它放之则弥留和全之则腿藏于密。一放开的话呢，整个天空都是它。 一收缩呢，一点点也是它。就是其变无情，用之不竭，皆实学也。此太极拳之所以名也。叫做太极拳，这是一虚一实。这个太极
外面这个虚形和里边的气，无形之气。太极拳，叫这个太极拳，就叫做人家这个太极而来。太极就是一个虚和实的应用，啊，这个孙禄堂这个太极拳呢，他这个书一开头就这么讲，所以完全讲个气，太极之气就是个元气，是讲一个东西啊。但在后面一讲书，他说就是这前面讲了练拳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们就讲他几个姿势啊，他这几个姿势我给同学们说一说。他从一开始一练功，这一站跟咱们跟练功差不太多，他两腿并的，一般练拳不讲两腿并。孙禄堂他是他的形意太极八卦一开始都是两腿并，都是两腿并的，不是他两腿脚不是并的，他跟咱们先练立正那个姿势一样的，立正姿势一样的。所以讲太极嘛，从太极无极生太极嘛，他一开始无极学，一开始个无极的姿势啊，无极的姿势。所以这里边第一章无极学，这一点同学们听听就行了，我该不就不多解释他了。他说：“无极者，当人未练拳术之初，心无所思，意无所动，目无所视，手足没有舞蹈，身体没有动作，阴阳未判，清浊未分，浑浑噩噩，一气混然者也。”那一呆，没动弹，啊，这里叫无极啊，是这个无极。他说：“夫人生于天地之间，秉阴阳之性，本有浑然之元气，但微物欲所蔽，于是浊气浊力生焉。加以内不知修，外不知养，以致阴阳不全，内外不一，阳静生阴，阴极必蔽，于是人之无可如何者，为智人有逆运之道，转乾坤，扭气机，能以后天反先天，化其浊气浊力，引火归元，气贯丹田，于是有全术一时三式之作用，研究一气伸缩之道，所谓无极而能生太极者也。”所以一动之后才是太极，前面这儿安静的一呆，那叫个无极啊。这十三式嘛，这个彭丽娟、蔡丽周靠，这个中定啊，这个前举后的中定，就讲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总而言之，曰内外运用一气而已。”他说：“那个十三式啊，就是内外一气而已。一练架子，为之己功夫；一二人推手，为之人功夫。练架子时，内练精气神，内中精气神，贵能全体圆满无亏。练操手时，手足动作要在周身灵活不滞。”他说：“先达云，中超每日常缠手，功久自可知己知彼，能治人而不人所知。”这里说那个无极学一站这个样子，所以无极学这个姿势啊，无极的姿势我们这儿就不管它了，他们那儿一站一呆就完了啊，就从这个无极学那儿一站，空空洞洞，浑然浑浑噩噩，就这个样子。说太极学呢，第二式第一个图就太极了，就有个太极学。他说：“太极者，在于无极之中，先求以中和至虚灵之极点。”安静，他待着的话呢，你找到那个虚灵的节点，就自己那个精神那个意识啊，意识，我要动，我要练功了啊，因为要动了，那个虚灵意识就是这个东西啊。虚灵之点，其气隐于内也。你这一动呢，气子藏在里边了，就是隐于内也，气为德。他说这个气隐在里边成为德，其气向于外成为道。说内外一气流行，可以为天地运阴阳，故全术之内劲，就是全术之内那个劲，内劲儿，就是实为人身之基础。练拳的一个内劲儿，里边动这个意识的劲儿，意念动。在天曰命，在人曰性，在物曰理，在技，但是在技术曰内家拳术，名称虽殊，其理则一，名之曰太极。啊，里边那一动，意念一动。啊，这个内劲儿，灵明意念活动，称它为太极。说古人云：“无极而太极，不度全术为然。”推之于圣贤之所谓之中，佛家之谓圆觉，道家之谓谷神。名词虽殊，要皆此气之流行一耳。故内家全术，实与道家相表里，其仅见身，一说延年而已哉。说这个跟佛家、道家是相通的啊，不是光一说延年的。所以就是孙禄堂他讲这个拳术太极拳呢是比较重视这个啊。
他这个姿势我们就不管他，因为在早年的时候学太极拳，太极功啊，太极功，我把这个弄起来，就是他就是根据司弄堂这个太极拳把它简化出来一个太极功啊，因为是个小册子给听的，我把它印出来搞成这样。然后就是那个搞篮球委了，篮球委他叫篮扎衣，篮扎说过去练拳嘛，就穿个圈长袍马褂，说要练拳了先把这个衣服搂起来弄起来，叫篮扎衣。其实以后就改叫太极拳叫篮球委，篮球比这原来篮扎衣还要更复杂更精确一点。我就讲这个他是讲姿势了，讲这个姿势，你看他怎么讲，他怎么练啊，篮扎衣突解，他说先将两手合住像犁牛，具体不管他啊，两手心相对，他不长这么起，他是这样起的，跟咱们练那彭吉管理法一样，是半阴阳，他不是阴阳，不是阳，是半阴阳，他起着半阴阳，他将来我们要搞健身太极掌，我们也是搞半阴阳掌，阴阳掌有它的特殊性啊，但先不管他，虚虚同时一气，如抱着大圆球相似。两个手好像抱着个大圆球相似，是个一个气，一个气球啊，圆球相似。两手之距离远近，顺着自己两肩斜向脚边，自己下边往前，又往上抬起。两手起时与吸气同时，如画两条弧线，画着离丹田处。他是这么起的，因为他的太极是开合太极，我练过开合太极，他起的，你要起来以后，他要伸开一前一后，后面。前是似听而未听之后，将两手如仍抱着一个圆球，靠着身子与呼气同时往回化呼吸，气就这样起来，这样的再出气，让它出气。此种呼吸不可有声，右手画着心口，与左手平直，身子仍直立，不可仰俯啊斜歪，两腿与两手画弧之同时向腰下弯下去，弯个腿不能弯去，就往下弯下去的事。就是头要顶住，心要虚灵。下面就是呢，说将前是似听未听之时，左足向左前斜边走上去，足后跟似乐未乐之地之时，两手再从心口前后虚虚一气，前后再还是一个气儿，然后往后缩，就不要用着力啊。带着此事。四停两内中之气不停，两肩里根向两腿里啊往里边裹，然后就再往回缩，腹内要圆满虚空，神气一意逆运之丹田。你看里边他讲给太讲蓝缺尾的时候呢，他都在讲这个手动的要气，搭这个气球都在讲气啊，而且将这个突解的时候嘛，就是再将第五节，再将右足往前迈去，足后跟着地，随着两个手一气，两个气连着，一气着，他一气着，他是这样的，两个手一动，两个手气要连着，就连着这个意思。他后面讲嘛，所以两手离开三寸许，两手还是在一气往前推去，两个手一个气往前推着，所以以后从这儿起啊，至五节都要一气流行，不因就五节如此，由始至终都要周身节节贯穿，对，节节贯穿。因为开合太极拳，它每打一个姿势，都要开合，就篮球尾巴力就给开合，一开合呢又是这个气，又给开合去。咱们五行庄不有开合吗？开合就五行庄开合就从开合太极拳里边取这个开合，就开合。那开合的话就开合。他一讲嘛，将两手如同抱住气球，内中之气也如同往外放大之意啊，这个气球往外放大之意，一合嘛，两个气球再收回来啊。所以这就是呢，司弄堂孙着太极，他一开头都是讲的这练太极练气呀、啊，就是个气、啊。所以这一点是咱们说练太极拳，说练气，不是咱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杜撰啊，不是我们杜撰。就是孙中堂他那么说的，因为他练别的，他练个道家功啊，因为他真是练性灵双修的，他练头顶，
练头顶，咱们在过去书上啊，姓名双修，头顶有穴位，有一个也叫穴，也叫城，有一城、三城、五城、七城、九城、十三城。孙中山当时练头顶练十三城的，练十三城的，就是练头顶的穴位的那个练法。那个孙中山他练十三城，他说他练道家功，那别的太极拳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再看看，就是呢，比较早的太极拳就是陈家太极拳。陈家太极拳呢，他现在后人把他们太极拳里边呢，给他总结了，给他搞了点东西，陈家太极拳呢闹起来的。他给这边一个太极拳的解释啊，另外呢，他在把那个20年代陈新写的书里边呢，关于论述拳里边有些内容分了几个大问题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谈气的问题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也把陈新太极拳呢，这个太极拳怎么说的？叫太极拳推圆解，太极拳怎么解释？他怎么解释？第一段说太极拳拳者，这一段我们就不说它了。从后面，就是其枢纽在一心，太极拳的枢纽就在于这个心，就是心意，就是意识。心主乎静，又主乎静，一个是安静的静，一个是恭敬的静。能静能静，自保虚灵。不是咱们这练功不也是内静外静，不这个静和静的问题吗？啊，他就是呢，他这也是这个样子。这一点从根据过去管子在最早的古老的气功练来要求的，就是天君悠哉，百合听命，动则生阳，静则生阴，一动一静互为其根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百会终极，一体管见。昨天他一个情况就是让他们叫你这块呢，他是提了两个穴位，一个百会，一个终极穴。中极穴在耻骨上一寸，可是那个不是要注意这个地方，要注意中极里边，这是人体的关键。所以他就讲，他讲的不确切啊。你说中极再往里边走，一般走一寸、两寸、三寸也还不够，应该是中极和会阴，有人说称为会阳，就那个会阴会阳差不了的一点点，那条直线，这是关键。到后面呢，就是初学用功，先求福音，来脉壮观，一气相生，手眼为和，不可妄动，气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止养无害，冲塞天地，配于一道，端有机意，混号流行，自然一气。啊，太极拳的话呢，就这么一个气哈，这么一个气，一气相生嘛。而这个气是冲塞天地的。后面呢讲嘛，就是讲这个太极拳的用处了，轻如烟花，什么坚如金石，这段就不念它了。后面个呢，理经法密，条理捋细，放之则弥六合，全之则退藏于密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中和元气，随意所知，中和元气，随意所知，以之所向，全神贯注，变化犹龙，人能摸索，运用在心，此是真诀。所以练太极拳就是用可以用意念来带着这个气，来支配这个气，练太极拳就练这个东西啊，就练这个东西。说这个气是什么呢？它这里边一共是，以后他们太极拳里边呢，就是在陈氏太极拳的分类摘录里边，一共办了十几个问题。在第三个问题里边就是呢，清灵圆转，中气贯足。说清灵圆转，中气贯足，它这里边讲这个气，我也给挑了他点，没有全念，咱们念的这么好多，那个到时候我们好讲课就不好讲了，就是。但是念的这些东西，就能让同志们知道，传统气功里边，传统的武术里边，跟气功一致的，太极拳和气功更是一致的。一段，他说：“七劲儿皆发于心内，入于骨缝，搭于肌肤，使一股劲儿，非有几股劲儿，即气。”只发于心者，得其中正者，即为中气；养之，就为豪然之气。所以练太极拳要用内劲儿，练太极拳用内劲儿，内劲儿什么呢？就用心劲儿，用意念。意念心劲怎么来的呢？用这个气，用这个气来的，支配这个气来的，中和之气啊。这是一段。再一段呢，就是中气贯于集中，这中气贯那个集，那个集中里边去，这是一个。再呢？就是中气上自百会穴，下贯昌强穴，如一线贯穿。就是它前面是百会，是中极，是前面，这个百会昌强是后面，一个人脉，一个督脉，他就没有讲这个会阴，他就没讲这个会阴啊。
又讲我们的以心中之气，以心中之中气运于四肢之中，是人所不见我都知之也，须时时身而会之，久而自明。所以就这个心中这中气般当着其运啊，这个这中气是什么呢？他怎么讲呢？他怎么讲的？就是顶劲儿须灵起来，这括号顶劲儿就心中之气，灵就提起，心里个气把头灵起来。就是顶劲儿何在？在百会穴。其意须须些须领住，不要太厉害，不要太使劲，就是轻轻领住就算，不可太过，过则上崩下，下崩上旋，立即不稳。此是一生关键，中气所通者不可不知。所以你这儿百会一领，中气就能够通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中气上通百会，下通二十椎，我们这个脊椎啊，脊椎下通二十椎。此处一通，则上下皆通。说百会那儿一通，上下皆通。自无颠倒之弊，脑后二骨筋是左中气之物。说在两边后边这两块肌肉，这个你看，说二筋之间，其无筋处，乃中气上下流通之路，下行脊骨之中，这二十一椎指即前后任督二脉，都是服务中气。就他在讲这个地方，讲那个中气对的，说那个讲那个路线呢，咬的地儿呢，讲的就他讲的就不够了，因为本来陈氏太极拳呢。陈氏太极拳里面的讲经络讲的并不够，因为从古来他们太极拳陈氏太极拳里面讲经络没怎么讲，这是陈新他写陈氏太极拳的时候，他好多时候用了经络学说，用了经络学。实际太极拳里边呢讲经络不仅是陈氏讲的少，各门太极讲经络都讲的不够，因为他就讲一个中气，讲个太极之气。哪个门派讲经络讲的多呢？峨眉派讲经络讲的多啊，峨眉派讲经络讲的多。但是峨眉呢，也从武当分出去的，从武当派分出去，从太极派分出去的。嗯、武当派、太极派里边只是有两派，他们是练经脉的啊，太有两派练经脉。有一派他们现在还，他们祖师还健在，他们还。他们完全按经脉走下来的，那咱们讲，但一般的太极是不怎么讲经脉的啊，不讲经脉，所以就是呢，陈氏太极拳更不讲经脉。但是呢，陈新写太极拳的时候，陈太极拳他在动作里边写了加了很多的经脉道理，但有的地方那个经脉道理是讲对了，有的地方是泛讲的，对实用意义不是太大啊，不是太大。后面再讲的中气。就是中气最难明，即中气所行之路也最难明。说这个中气最不好说，他走哪个路，他怎么走的也最不好说，也最不好讲。就是无形无声，非用功夫久不能知。说你要不是经常练功，练的功夫久，有了本事，体会不出来啊，不体会不出来。所以不偏不倚，非形迹之位，他说不偏不倚，不这个形体，不是叫这个形体不偏不倚，就是乃神自然得中之位也。这个精神，神要得这个中，神要得中，即四肢中所运之中气，也即此中气之旁流，非另有一中气也。这点是讲对了的啊。到了身体里边这个中气，到肢体这个中气，这是一个气啊，不是多几个气。此处不偏，而后四肢中皆不偏，虽四体形迹称多偏是，而中气之流于形体中自是不偏，此意可神而明之。这就是如果你这个神里边定过了平，这个姿势有偏颇的，有一个气不偏，是这个意思。后面讲的气非有两，气不是有两个，他说其柔而劲者为中气，一味硬者为横气，其为用也不偏不倚，无过无忌，是中气之用，非气之体。中气之体，即五心中阴阳之正气，即孟子所谓配意、配道意、浩然之气。这个情况就是呢，就是陈氏太极拳的话呢，
讲气的，他有好久的讲气，他这一段里边讲气讲的比较多，所以我就给同学们念一念，说一说呀，念一念，说一说，就是我们讲说练气，练太极拳呢、啊，得要练气，练气，而且我们讲呢，练太极拳有太极拳的练法，有太极功的练法，练太极功直接从练气练起来，所以我们这个讲法呢，看来和传统太极拳是不矛盾的，只是传统太极拳他们没有分太极拳、太极功、太极道，一般的社会上教这个拳的练太极拳，就包括孙中堂他那前面他也没有讲太极拳、太极功、太极道，也没这么讲啊，也没这么讲。所以就是呢，从另外的角度来讲这些问题啊，来讲的他。所以同志们也可能看过全书里讲啊，他说方老师你讲的这两本书啊都是20年代出的书，孙中堂那本书是24年出的，陈新的书也是20年代出的，他20年代写的，出书可能是30年代出的，啊30年代出，20年代出了，30年代又出了另外一本《陈氏太极拳》，嗯，所以再早的书太极拳是不是这么讲呢？所以这里边就是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比较早一点就是吴玉香啊，吴玉香他那是他得到了就是汪宗岳的太极拳论之后，看了他那个材料之后呢，他写的这个东西根据他练功的情况跟他的体会，就写了这打手要言，那个星宫歌，然后以后李玉呢，他外甥李玉就是呢要把他写的是打手星宫要言，后人们呢不是谁把那个材料给他综合整理了一下，叫做什么呢，叫做十三式星宫解，但是内容都是吴玉香的啊，吴玉香的，所以这样就是呢，我就把那个星宫解，十三式星宫解给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个星宫解呢很对于练太极拳来说是很关键的，方方面面的内容他都讲到了，嗯，原来我这个材料时候我以为没有他呢，嗯，看来这里有，嗯，有吗，就是因为这里有这个错别字啊，有一个错别字，所以我把它改了一下，嗯，叫太极拳十三式星宫解，星宫解，在因特网里边的话呢，有个网络快报里边也有这个东西，他给因特网这个太极拳解释还不错，用的材料选的材料和那个选的材料和那个和那个还不错，嗯，因为当时今天那个我在看书的时候嘛，我看到这个我就那个材料我没拿着，我就从原来叫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里边，我在这原本子里边东西，就是我在这里边印书的时候印的也是个错的东西啊，嗯，我给咱这个一边讲一边念，这就是呢，就是根据吴玉香他写那个打手要言里边对那个太极拳论一句十三式，他对这个对他的理解和解释，对他的和解释，嗯，所以咱们昨天不讲了十三式歌吗，那十三式歌诀，嗯，十三式星宫歌诀，就是吴玉香对他的理解，对他的体会，从包括了太极汪宗的太极拳论，太极拳论今天不讲啊，以后明天讲或者后天讲，嗯，咱们先讲这个十三式星宫心结，并且把那个吴玉香的打手院那边精华东西把它都集中起来了啊，就是以心行气，勿令沉着。啊，在这个上，因为从将来这里边就是呢，这里边不是有没有这个星宫解？我没看到，注意。那，啊，这里边也有，那，啊，这里边也有啊。所以将来同学们将来可以买这本什么？这个《太极拳》呢，《太极拳术》，这《太极拳术》，上海出版社出的，这是那个顾立新写的这《太极拳术》，这里边那里边有，嗯。啊，那里边有，我得念一念，将来同学们自己听就行了，一边念一边解释。
就是太乙真的是以心行气，物令沉着，乃能收敛入骨，用这个心用意识来运这个气，行这个气。因气的时候呢要沉着，沉着不是咱们说干事要沉着别慌忙，不是，这个沉着得气沉丹田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叫气沉丹田。他说乃能收敛入骨，他这么做就能把这个气收敛入收敛的骨头里面去了。就是以气运身，物令顺遂，乃能便利从心。所以你看，以心行气，然后这种以气运身，用这个气来运这个形体，这样的话就是呢，就能够的说呢，你这一动呢，心怎么想怎么它就给咱们动起来了。大家说都不行啊，我想它动不起来呀、啊。这说的是练功，得练到一定程度，练到一定程度。所以你这样的话，我想动，这一想动的话，你我要伸胳膊，你还得伸，一想它不伸，你还得真伸在你练功的时候，你得想伸，啊，用一气运伸。但一开始那气还感觉不到它，还感觉不到它。但练到以后，体会到气了，气和气，神和气合一了。因为练太极拳呢，两种练法。一种练法呢，就我昨天讲的是自发功起来，气一冲，意念跟着动，就是意念和气合到一起，最后也是神气合一，最后呢就不是气来动起来，神和气合成一个了，意念一动气就动，气一动意念就动，这是从自发功练起来的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普通这么练起来的，不是自发功练起来，先从姿势练起来，姿势练起也是要用意念怎么练，不要用力气，要用意来动它，就像我们一伸胳膊，一伸胳膊用意伸，不要使劲，用这个意念空着，怎么能够叫意念呢？要放松，后面进来还有要放松，今天要放松，怎么叫放松呢？手一动的时候呢，胳膊一动，就拿这个手来动，就光这一个手，这个手带着这个带，你说这这么动，胳膊的手带着胳膊动，推个手带着胳膊动，这样就都放松了，就是，嗯，这就是个窍门，这个手不能手来动，这手也不要使劲儿，啊，这手动的，它就放松了，就是，咳咳，然后能便利随心，就是啊，后面。就是精神能提得起，则无持重之余，所谓顶头悬也。精神提起来，练功的时候，就练气功也是如此。练太极拳，憋着精神提起来，顶头悬。就是你精神一提起来，它就不持，就没有持重啊，就不会很迟钝呢、啊，很重浊，不会那个样子的，就是。就是意气虚幻得灵，乃有圆火之气。意念和气要换，昨天咱们讲虚实变换，虚实变换呢得用意气来变它，意念一动，气带着动，形体带着动，这才能够变化，才能灵活，才变成灵活。他所以练太极拳呢，看从前面几句来看，练太极拳就是练意和气，就练意和气。昨天咱们讲那个十三日新功歌，那个新功有十三个新功节里边的，那个歌里边、可能是一共是用了7个亿，好像是。我那个材料写的，里边可能是用了7个亿，用意念那个亿，可能用了7个。这一个十三式里边这么20几歌里边用了7个亿这个字啊，这练太极这是意念，要练意念，要练气，练气。后面，这就是发劲儿需沉着松静，专注一方，立身需中正安舒，支撑八面。行气如九曲珠，无往不利；运劲如白炼钢，何坚不摧。在这里边呢，讲太极拳的练的时候，要练的时候，所以要发劲儿。他为什么说有人把这个他那个
他就把那个十三式，因为这是个推手的，就是呢，他就讲着，就是发劲儿，要发劲儿的时候，要沉着，还要松静。你要发劲儿，一对手得专注意念，意气力行，一上专注一个方向去。你要发劲往这儿发劲儿，看这儿弄那儿，那都不行啊，得专注一方。说立身须中正安舒，这成完美。身体、形体、一力要中正。一口钟一样，前后左右上下都得要中正啊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气才正才正。就行气如九曲珠，这无往不利。这九曲珠嘛，解释不有好多解释，说身体三节上中下，这个胳膊腿，这胳膊肩肘腕三，腿这个这个腿胯膝脚三，这称为九曲珠，有这么解释的。但是的话呢，这个情况就是呢，好像没有抓住更大的要点。所以这个九曲珠呢，从内里边讲是讲什么？是讲的这个脊柱，讲这个脊柱。这个脊柱得弯弯曲曲，弯弯曲曲。有点我们看看生理的话说，这么一弯曲，它是九个弯曲。所以这九个弯曲。九曲珠的话，这九曲你要把它连起来，脊梁骨一个压一个，一个压一个，一个压一个，压一个，这么连起来，它微微有这么一点小的弯曲，这个它将来靠着，这才就发这个气儿，将来是力贴于己呀，气贴于己呀，力由己发呀，这才能有了它的真正的作用。如果这种话说讲这个也可以是吧？上肢三，躯体三，下肢三。就是力发于足，主宰于腰，行于四，行于肢，那也可以。但是就对缺这个，主于这个中，主于脊，主于腰，就不够了。就是，就是运劲如白电钢，何坚不摧。运劲的时候呢，很太极拳很软呢、啊，跟道士用的时候，它是绵里果真的是，它肌肉软而后能肌坚刚嘛，就这个意思呀、啊。后面有的地方就写错了，就是啊，就在因为有的书印错了，下面这个呢都是形如薄兔之狐，身如蒲鼠之猫。有的把那个薄兔啊，他印错了。大部分书都写成这个了，他说就是形如薄兔之狐，应该是这个狐。书都写的这个狐。这个狐是，有人说孤是代表是在当世界的第一，狐呢是代表是说是天鹅，是天鹅一种鸟，天鹅鸟它不会逮兔子，这个狐是鹰的一种，鹰来逮兔子啊，经常逮兔子。基本现在书的话呢，从比较早的书，从吴玉香写的时候，这就写了个别字，就写了个别字啊，就写的那个狐，所以一个形如薄兔之狐。狐是这个狐，那不是吴玉香写的，因为这李雨月他写那个他那书写的那个狐了啊，应该是的话呢，应该是这个狐，这个狐是一种鹰，是鹰的一种啊，所以鹰来抓兔子嘛，那个就这个形跟鹰抓兔子一样，很快那个很快的蓄而待发那个情况下的这样的，这形如薄兔之狐，就是身如蒲鼠之猫。猫要逮耗子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猫在那个耗子那个在那耗子洞那手跟那耗子等着耗子出来，它那趴着，精神非常集中啊，反正精神集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呢，一个是形是蓄而待发，很勇猛；一个是神很安静很集中。这都是讲的这个，就练，其实练任何拳都是这个样子，练咱们气功，练形神状，练武练，都得是这个精神那么集中才行。跟我们说练呢，就晃晃荡荡的。要说是不出功夫呢，他这个要求他就不，他这个自己要求不够的行不行？古人们呢用这个语言比较简练，
他说静如山岳，动如江河，就是一安静的时候山岳一样。有的古人说嘛，都静如秋，就是山岳这个是个跟山这个山一样。他说有的说静如秋月，动如飙风，他说他就是呢动如山药，那静如山药，动如江河。他说蓄劲如开弓，发劲如放箭。他说你要练功的时候，你要去蓄练功也是一样，对手上一蓄的时候，他这个把弓张开了拉起来，两人不发，但要发劲把这个箭一下出去了，很快啊。太极拳的话，这个有时候太极拳慢慢当当打，这怎么打人呢？就因为现在练太极拳的呢，大部分都是老头老太太，有病的，体弱的。所以现在一外面说这太极拳这打不了人，什么也干不了事，这都是豆腐拳。为什么豆腐拳呢？都是身体弱的练的。好，练什么长拳呐、这个就炮锤呀、然后练个学理拳的话呢，你看你练那个拳的人们，他身体原来就棒，一打败个太极拳就让人打了，就是。好多练太极拳的，外面一东西说讲都讲得挺漂亮，但一比划手，人家就输了，就输了。说太极拳打不了人，因为他练太极拳，这些人们，都素质差，那么个问题。实际上太极拳的话呢，这绵里藏针呢，那是手。他就是后面也讲嘛，你在那个太打手杆里边，就是他说你来的缓，我就是缓；来的快，我这还快。他说过去讲嘛，他说笔不动，己不动，意在笔先。你要不动，我也不动，意念在你前面。他说笔若动，己先动，力在笔先。你要动，还没动，我先动上了，力量在你前面。你又不快，他要动，你还走在前面去了吗？所以练功夫的话呢，他这都是有他一定功夫的。我们现在练太极拳呢，又不是为了搞技击，所以这个情况，实际太极拳呢，它是很厉害的拳术。所以它是蓄劲如张弓，发劲如放箭。所以曲中秋直，蓄而后发。太极拳的练的时候，像这个走圈，倒是用的时候，他就不走这弓背了。该走这弓弦的就是他走弓弦，他画你的时候，他画你，他就是，但是要用力还是啊，曲中秋直啊。他说力由急发，步随身患，收计释放，断而复连。这里边就是呢，所以这里边就是呢，关键一句这话就是力由急发，从急里发出去。步随身患，这个脚步跟着身来转换，断而复连，往复需要折叠，进退需要转换。这两句话就是呢，就来练太极拳，练拳是就有意义了。他说往复折叠，往复折叠什么意思？往后搂起凹步打出去了，怎么折叠？现在腰松不了，折叠不了，一推出去怎么回来？我们这一推出去要回来了，那样回来就不是太极拳了。所以一出去这一说到头了，腰往上一松，哎呦，长出去了，一长就手上半个圈，外面半个圈，这一个圈一个一圈拿回来一个太极，练太极粘连连随，就接到这关键上去啊，接到这。所以这腰松不开，粘连连随的话呢，练姿势练拳的时候你就不好练出来。现在腰会松开了，往前一松了，腰那往后一松，腰往后去，哎，手往前面去了，手往前面去了，自然它就回来了啊。所以像这个情况就是呢，得用腰来解决。像所以我们要想练太极，但是我们不着重去练技击，我们是着重练养生。但是这个道理要懂，道理懂得它，就这个腰很关键，得解决腰。不管你练技击也好，不管练养生也好，腰解决不了，问题都解决不了。你管不了力有激发，现在会力有激发了，力有激发呢，那不怕也出毛病啊？出毛病，腰松不开，气机不能上下流通，不能转换，到时候练太极拳。你看好多练太极拳的，到了晚年红头荡脸，虚阳上月，得半身不遂，
不要以为练太极拳那家拳就不出事儿，也可以出事儿，也可以出事儿。我跟咱们郝部长说的，庞老师，何况太极拳呢？看好多都这个样子，连太极拳我看了好多这个情况，就但我你他庞老师你说我很受，我很感慨，就是很感慨，所以那些理由激发必须要松腰才行。但这里边呢，讲了这儿讲的就不够了，就是啊。说王父需要折叠，进的需要转换，所以这里边的是呢，我们在这儿现在先不管这些问题，因为现在的话呢，咱们练太极拳呢，现在练姿势呢，一开始第一阶段，我们给他说了说，第一阶段是，你在这个本上，一阵你能练到能够松，能够轻灵，能够姿势做的圆活，第一阶段就行了。一开始的话呢，现在还什么都谈不上呢，先把姿势先画下来。现在一练就腰酸腿疼，反正现在同学们可能也有开始腰酸腿疼了。都我们年轻怎么练的，还练了就还怎么还难受，是吧？就说明咱们就是呢，需要把咱们体质加个太极拳变一变啊。对，我想到咱们前面有几节咱们学的完别的以后呢，身体素质没上去，在那块儿你太极拳练下来以后，你不能举腿练吧？一练就是弓箭步。弓箭步一练，大腿也疼了，腰也难受了，啊，哪那么多弓箭步？嗯，用你耗着呢。所以这里练功夫，练功夫可不是那么简单。一说你以为一说功夫就来了，真得练才行。嗯，他说肌肉软，使能肌坚硬，他那是肌健康。你非得能够软下来，一开始你想绷成劲儿，好了，那成拙劲儿了。一开始太极拳为什么他练气练得快呢？你把它放松了，你一放松了那个气它才好过，你一绷上劲儿，肌肉一紧张，好了就压迫了，气就不好过了，就是肌肉软而后肌健刚，就这个道理。嗯，就是能呼吸然后能灵活。呼吸的话就练太极拳第一步还先不配合呼吸，到了第二步才将配合呼吸啊。这一般开啊生是啊，开是呼啊，合是吸，生是吸，降是呼啊，这一般是配合呼吸啊。你说这个，你这个把这个呼吸配合好了，你这个姿势它就自然了啊，自然了，它就不背了。它是呼吸，能呼吸而后能灵活，就是气以直养而无害。这个气和呼吸之气又不一样了，是指的内里边那个气啊。他说讲太极拳呢，一个是呼吸之气，一个内里边的气，利用呼吸之气来调动内里边气，这两个气，两个气，两个开合升降，有这个问题在里面。嗯，就是气之养而无害，进以取蓄而有余，心为令，气为奇，腰为道。就是心意识发命令的啊，这个气是旗，你命一有命令就旗就动弹。腰呢就那个气杆，腰那个腰那个大气那个杆子，那个杆子那个那个气是那个那个那那个气的话呢，因为有的说呢这个腰为道，手为旗，腰一动的手就动的。它是心为令，气为这个气，心和气来说，心是主导的，这个气动的。这个腰和这四肢来讲，腰是为主导的，为主导的。他把它分开，就是先秋开展，后秋紧凑。练的姿势就是，练姿势要开展，一开始姿势要开展，以后再要紧凑。乃可真于振密矣。然后就是呢，有开展有紧凑，你看咱拿了个振密。就是先在心后在身，我们练拳是先在心，意念动哪个动作，心念想怎么动它，心里想把它预想出来，想得越具体越好啊，意识的发的意识的发的越具体越好，就先在心，然后由这个意念带着这个身体形体来动的，叫先在身后，先在心后在身。就是腹松气练入脊骨，腹要放松，气练那个脊背骨里边去。身舒体静，刻刻留心。他说：“切记一动无有不动，
一静无有不静，牵动往来气贴背，炼入脊骨，内骨精神，外是安逸，里边是把精神固住，外面很安详的啊，不急不躁，很自然。这个啊，迈步如猫行，入进运劲如抽丝。这里边要注意了，迈步如猫行，因为这是他是因为这个十三星宫解释吴语香他来解释的，他那个达超院也是这么写的。因为五十太极拳呢，它那个步小，是活步，他那么一迈，这个猫一样，刚才因为一迈，他脚尖先着地，脚后边后着地。咱们现在太极拳，陈氏、杨氏、吴氏，孙氏一迈太极拳都是先脚跟先着地，而五十太极拳脚尖先着地，他这猫跟那个猫一样，这一出去啊，这迈不如猫行，这里边最少包括这么几层含义，因为这跟那个猫很轻灵。第二一落脚尖先着地，脚后，第三那个猫它那个腰它要是要走快了，或者跳跑它要跳，腰会弓起来，腰要弓，它有弹性，所以就是那个腰得要弓着，它迈不如猫行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我们现在练太极拳为什么就是你这是先脚后跟着地呢，乔后跟赵丽跟那个他是要调动阴，这阴阳气来气的，真要是用到武功上用的时候，还得是脚尖先着地，因为这脚一出去一抬腿就是一腿，离个近一抬腿就是一，首先是膝盖这一撞，离个远一抬腿往前走的时候，一般腿是不空发，往前一出去一脚是一脚往下一落地，那样落地的话呢，你就身子得跟进去，得往这脚尖先落地，脚尖先落地后，这里面要练那个脚更加轻灵，就是啊，从脚尖一落地，脚心得含起来，那脚心含着气才能收住啊，就是在练武功里边，他这个脚要轻灵啊，他这个有他提出这个意思。因为看原来过去武功踢腿呀、啊，他一高踢腿，一腿往下一落，脚尖点地啊。不是一踢地铁的脚啪嚓撂下不行，一踢往上一踢，以现在踢腿的话呢，不让勾脚尖，原来踢腿的话就脚尖勾着，把后面筋撑着，你完全一踢腿，要踢脑门，踢百连，踢过山腿，从这拿这个右腿踢这个后脑瓢，你从这绕过去，拿个脚能踢后脑瓢，我是踢不了，踢过山腿，就拿这个拿右腿一踢，踢这边，拿一个腿踢这边，踢这边，他那个腿，他那个脚尖勾着，现在都不让勾脚踢了，以前都是脚尖勾着，一落往下，腿往下一落，往下一落，脚一勾的话一落，啪，这就是反应，要这个反应啊，所以这武功它是用的，它运就是那个迈步如猫行，啊，运劲如抽丝，这个抽丝我们昨天讲了，抽丝了，在这里边呢，就他们那时候研究这个抽丝呢，就是研究还不够，就是。所以我们讲就是呢，应该是，陈氏太极拳讲禅丝，笼统的讲的比较好的，有正禅丝、逆禅丝，就是那是呢，你要是说螺旋劲抽丝劲的话，那个呢，进如螺旋，退如抽丝，这个我就昨天们讲了，不是说什么入劲都抽丝，往前走你抽丝还怎么抽啊？胳膊往前怎么抽？抽是往回才抽呢，往前那怎么抽啊？那这就不好抽了，就是。都进入螺旋转着，等一转转出去，这一转就打拳可以转，张着手也可以转，这那家里要一转的话，那你家里你们试试看的话，你又一伸，把两个手伸开，两个手举着，啊，这么一转，注意大拇指扣，这么转，食指一转的话，就这么动，就这么动，是吧？这么动。你那么动，慢慢这个手指尖这个穴位它就有感觉。你得放松了动，别使劲儿，啊，你使劲儿不就不灵了？就放松了，这么动的话，就是手指尖这个穴位它就可以出现感觉了，啊，气感就可以出得来，嗯。
所以就从那个禅寺里边，他那个从那个螺旋抽丝啊，你分开以后的话呢，将来就是从这小指这儿，从小指大指这两个注意，因为这两个指就是分，你要变成剑指那也可以，那怎么走，就体会它，就体会它。如果这么练以后的话，就慢慢就可以把经络，就可以把经络练开了，就是。下面注意，就是全身意在续身。这个全，我们这个神意啊，你要全这个神意，把这个神意先集中，就在于续，来续这个精神，把这个神要续住，要含蓄，把它储存准备。所以这个神的话，你要全神全意干什么？把这个神要续起来，不要把这个神意住在气上去。就是在续，在于续神而不在气，精神在这个神啊，神集中，不要把这个神要用气去，不要这么搞。练太乙拳的话就是呢，那个你又讲以心使气，现在您又讲的话呢，又神又是又这个神要在精神，不要在气。就说呢，下面讲了，他在气则治，在气则治。你再气一会儿，你一把全住那个气上去了，好，气的，他那个意念和那个气定住了，他灵活不变了，他就呆滞了，呆滞了，在这个神上，神这么好了，你看，这个神，这个神就如扑鼠之猫嘛，这个神在呆着，这个把他耗子一拳，砰，他就过去了，就是，非常快，非常快，啊。所以这里边的说话呢，这个神，这个精神注意，他的把这个神续起来，就神于续，他那个气自然而然是续，你不要管气，不要管气，一管了气，好了就治了。所以有气，在气则治，在气则治。在后面有的地方讲呢，所以有气者无力，无气者成刚，这句话呢是有弊病，应该是在气者啊，在气者无力。你说一年都在这个气上。不好掌握成气，不好掌握成力了，就是呢，或者说上气者，就是光注重这个上气者，用这两个字都行，用上气，上气者无力，他说无气者冲刚，这句话也是有弊病，可他原文就这么写的，原文这么写的，所以这里不应该是呢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在意者冲刚，他。这在气者无力，在意者春刚，完全用意念，这刚就来了。所以他这个新宫歌里边就是呢，这个新宫节里边，他这里边讲的是，他说气如车轮，药如车轴，他这里边讲了，也讲了很多地儿讲气，这里边呢也讲了要气贴于己，不仅讲了要用气，而且要气贴于己，气练入骨，气练到。脊柱里边去，而且把这个气你还要用起来，怎么用气，讲了这些问题了。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练气入骨呢？所以在这一点上啊，在这一点上，这个全这个全书上都写了怎么练气入骨，怎么能够气贴于脊。好的书人都没有讲，都没有讲这个问题。不要说这个，不要说这个气贴于己，气入于己呀。有的这个呢，一含胸之后就气贴于己了。哎，这么简单的气贴己太好做了。所以现在讲练太乙拳，主宰于腰，主宰于腰，主宰于腰，怎么主宰于腰？腰不。